谢咱这些亲朋好友，啊，咱龙舟寮、新龙宫，足侪咱这的交陪景，那包括足侪，啊，今仔日真欢喜，咱龙舟寮伫这位所在内底，会使讲无几户，但是这虽然无几户，但伊足团结、足好，砖头内底袂互看无起，啊，要参加马祖宫啊，啊，要参加土城啊。哦，迄个重要到，无几户啊，要甲人交陪队，所以真正咧，砖头哦，哦，拢真互遮议员哦，足付出。啊，咱咧单田委入去咧，什么呀？哦吼，交陪奖票十五斤啦，咱遮有差不多十五户啦。啊，咱伫各位表现真杰出。咱的单田委入会呢，特别来到这，请来，伊讲咱今仔，所这个奖，这个入会每年来讲无甲支持哦，但是啊，咱的新龙宫的市民要发财大吉。呀，咱的钱注意，今仔日对着咱砖头铺了真好，爱着教人，即卖还咱证明要来交这，啊，第一呢，会使讲呢，真和蔼。希望新的主意来领到咱新龙宫管理员内，咱遮的委员，啊，希望会当到咱的庙宇内推展落较好。所以，遮济的信徒大家同心一大，是毋是共同拍一个幕啊？拍一个幕啊！把咱的福音台感谢一个，把咱的姊妹大欢迎一个。啊，咱遮咱单定位两位呢，来甲咱讲一个好话。感谢咱的郭新龙院长啦吼，哇，今仔日咱的郭新龙院长嘛正式啦吼，由着咱蔡文总统啊颁发着正式的聘书啦吼，聘任着咱的郭新龙院长担任着咱小英啊台南吼蔡英文台南竞选后援总会总会长啦吼，啊而且哦咱的后援总会总会长今仔嘛小英总统。亲自来到现场揭牌吼，是不是咱甲咱议长吼，即即马爱拍着当当啊吼，所以我们来拜托大家来支持小英总统啊吼，非常的感恩，其实宗教甲文化无论是天会也好，还是咱新龙宫、咱龙舟寮啊，咱所有咱的一个下年的主力、甲下年的主力，甲咱所有委员申请、甲咱现场所有的各有强烈的交背景。我相信拢是咱上重要、咱上重视的，因为只有会当家己提升，咱才当做伙将咱地方的精神做伙传播出去。所以伫遮，只要体会做会到的，伫咱宗教文化范围当中，阮若毋知的所在，拜托大家甲阮鞭策做阮的后盾，互阮会当伫这个部分为大家做出较侪代志。啊，所以伫遮再次感谢大家，也祈求咱神龙大帝保佑着咱每一位好朋友伫今仔日共享着这个平安，饮着这杯平安酒，祝福大家拢到事事顺心，事事如意。当然嘛，拜托大家每年一月十一，一月十一，拜托安南区甲北区，拜托总统蔡英文、立委陈廷辉，拜托大家感谢，谢谢。啊，咱这重要时刻来啊，重要时刻来啊！咱这个仪式嘛，袂使拆灭。咱旧的主任委员，今仔日咧要将伊的责任担当，来交咱的新的主任委员。这物件，咱大家用手，用手拍毛啊，拍毛啊！啊，一个手的，啊，一个手表示开始，拍毛啊，拍毛啊，好啊！我咧咧拍毛，你手我打你，哟！啊，你得，啊，你得看。辛苦诸位啦，辛苦诸位高姐了哈！拍鼓啊，拍鼓啊，拍鼓啊！看他大声哦！哎！哈哈哈！最后，新娘子祈求咱的新郎公五福千岁，咱就为众子孙，会当庇佑咱这众信徒大德，救福的福如东海，救寿的寿比南山，救主的子孙满堂，会当呢东南西北无鬼人，春夏秋冬福起来。来，老弟，你来发球。哈哈哈哈哈！你要准备哦。来，各位，举杯，举杯！哇，叫大家。春夏秋冬福起来，东南西北富贵人，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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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财哦，祝大家平安顺遂大发财。感谢咱余弟龙今天的发家光临，感谢咱余伟，谢谢咯。啊，咱的余弟吼，今仔日特别的发家来。